咱即马要来共读圣经，主的话，第一节的圣经记载伫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第四节：爱是坚韧的、仁慈的，有爱就无怨妒、无自夸、无骄傲。第二节的经节伫《雅各书》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，十三节。有人讲，今日也是明仔，阮要到某某城去，伫遐待一年做生意，赚大钱。但是听我讲，恁连明仔要活了也无，拢毋知影。恁不过亲像一点雾，出现一时啊，都无看见。恁应该安尼讲。如果主愿意，阮就会使活咧做这个代志，做迄个代志。但是恁竟然遐尼骄傲自大，安尼个骄傲拢是唔对个。十七节，所以迄知影应该行善事，但无去行个，就是罪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。听话去行的人，今日咱的蔡牧师要引传予咱的信息是《爱的真谛》系列第五讲：爱是无自夸，爱是无自夸，请咱恭敬来领受。大家平安。今日咱要分享的题目是：听是无家己夸口，爱是不自夸。一般来讲，咱拢真讨厌夸口的人，但是有时阵，咱嘛家己会陷入迄个夸口的软弱中间。特别咱若拄到迄个真爱夸口的人，咱拢感觉讲讲较粗鲁，讲啊，这个人足臭屁的。所以咱心肝想讲，输人唔输阵，输阵歹看面，所以咱就夸口起来。所以咱今日爱来面对咱生命中间的这个软弱。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，予阮透过今日的敬拜来亲近你。那透过你的话，要搁一遍来调整阮。主，阮知阮的本性是软弱，常常会自私，常常会看家己较重。在到阮生命中间有真济真济缺点，求主你透过你的话，搁一边帮助阮来更新阮，互阮的性命哪来哪合你的心意，也当用阮的性命为你做见证，来荣光你，来祝福人。所以这个时刻，恳求主你找见圣神，甲阮三合之地，互阮软弱的心神得到经营。我们能专注在你的话来得到帮助，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要看听是无夸口这个题目，我们先来看这个自夸，这夸口这个字，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字根是指一个茶，一个人来分气，意思是说里面是空的。这字通常有两种意思，第一个就是爱炫，就是爱华物叫做炫耀，就是将自己所有的来贴出来，然后宣扬，让大家看见自己的重要性，看见说这人真牛，还是说这人有拥有这些东西。我们知道心理学家认为说有一部分爱炫的人，其实是伊心中是蕴藏一份自卑，伊惊去用看袂起，所以为着蕴藏家己心中的自卑感，所以就将伊有诶提出来炫，来凸显家己的厉害，想要将心内的自卑加不安、无安全感来掩盖落来。当然有另外一部分的人是要表现家己的优越感，我比你较牛，我比你较济。我跟你不同款，
想要彰显家己的无共款，啊，就爱将有诶提出来顶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啊，这个字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讲无实在。啊，咱拄则讲这字的字根是起的底下嘛，啊，起的底下就是内底是空的，吼。啊，意思就是讲无实在，就像咱台语讲碰风，还是讲分家规。啊，讲华语的人较笨，叫做吹牛，吼，比咱笨较大，吼。啊，讲较粗鲁，就是讲爱操蛋，吼。啊，有真侪人吼，爱碰风，爱分家规，吼，夸口无实在的物件。啊，明明家己无，也是讲家己无遐济，啊，但是却对外表示讲有遐尼济。所以，这个字有两种这款的意思。啊！但是咱接下来看哈，夸口为什么甲听有啥物款的关系？不如讲听是无夸口，意思讲夸口的人无听。哈啊，为什么夸口的人无听？其实较正确的讲法应该讲夸口的人只听一个人，就是听伊家己。哦，伊希望所有的人将焦点注目伫伊的身躯顶。啊，其实对某一个角度来看，啊，夸口的人不是相歹的人，伊不是歹人，哈。但是因为伊夸口的目的，通常不是要害别人，不是要伤害别人。但是有时因为过度强调家己，爱大家将焦点拢放伫个身躯顶，总是伫身躯边仔的人会感觉无爽快，好，所以有时会伤害别人。啊，所以这是夸口的人的问题。啊，为什么讲夸口无听？因为咱在有一个听的定义哈，就是伫别人的需要顶面，看起家己的责任。你看起别人有欠过甚货，看起别人倒位较乱了，咱感觉讲哦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所以我得去补满你的欠缺，去扶持你的需要。啊，将别人的需要看做家己的责任，这就完成了听。啊，但是夸口是安那？夸口唔望大家拢看你家己嘛，所以夸口就是多加这倒变。听是去看别人的需要，啊，夸口唔望大家拢看伊家己的需要。啊，所以保罗先生直接讲的意思是讲，真正的听，唔是将你的眼光放伫家己的身躯顶，反倒转爱转哦变过来，爱将焦点放伫别人的需要顶面。好，啊，咱知影夸口甲听的关系了，咱来看夸口的效果。第一项吼，你若爱顶的人，通常你会去伤害别人，因为爱顶的人伫四边的人感觉讲啊，这个人讲的吼，伊有遐尼济物件，啊我无，所以我会感觉有点仔自卑，我会感觉艰苦，吼，我会感觉讲。啊，无够压，所以我有时阵我都会艰苦，吼啊，所以爱顶的人伊会伤害别人，吼啊，咱拢无爱甲即个爱顶的人做伙，因为咱若甲即款的人做伙，有时阵吼，咱会感觉真痛苦。你若无心理准备，吼，因为咱人拢有软弱嘛，看到别人顶是伊所有的，总是感觉讲啊，我无即个物件，我比伊较。我惊伊看无起我，所以有时会感觉艰苦，甚至会变作咱顶礼拜所讲的吼，讲会怨妒伊吼，因为那比较吼，拢会产生这款的问题。我其实有一回吼，来过了当前吼，迄个时阵，我后生牧师还阁做细汉吼，国小唔知一年啊二年吼，有一天教会主任校长吼，走来老公讲，伊听到我的囝甲伊的囝吼。两个人底下咧对话啊，哈，底下咧比较，哈，底下咧互相咧顶啦，哈，因为都要考试考了，哈，啊，这主流校长的囝来讲，哈，我这回国语考100分，啊，你考几分？哦，目前讲我嘛考100，哈，好，我那真大声啦，哈，啊，然后伊就讲，啊，我主人，哈，我考99，你考偌济？伊讲我考98，讲了较细声淡薄。啊，即马讲，我数学考98，啊，你考偌济？即目前想想的吼，煞毋知咩应吼，若讲出来就歹势，伊拢来讲，
家丑不可外扬啊。比袂过伊吼，只好无要来讲。因为吼，人我咱顶回有讲过比较吼，你的三生吼，会感觉艰苦，会去怨妒吼，甚至会心酸吼。啊，那拄到一个真爱甲人比较、真爱顶的人，会受伤害。啊，咱唔通呐，准讲爱顶的人吼，会伤害别人尔，有时用来伤害家己。吼，圣经中间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这个希西家王的故事。希西家王原本就是一个真好的王，吼，伊对上帝真忠实，啊，对上帝欢喜。啊，有一遍吼，伊破一个重病，将将要死去，伊就对上帝祈祷，啊，上帝也听伊的祈祷，互伊渐渐复原起来。啊，真侪国外的这些王吼，听起就讲，哎，希西家王破病，赶紧派大使吼，当然有这个目的，可要看伊病到什么款的情形吼。啊，另外一方面，有呐带一挂礼物吼，来慰问。啊，结果吼，这希西家王伊渐渐复原了，伊嘛真欢喜。啊，看到这国外的大使拢来吼，哇，心肝了真得意，真欢喜吼。啊，其中有一个巴比伦王的囝。伊嘛来看伊，这时阵吼，伊就希西家王真欢喜，就将伊将来所有的这财宝吼，拢提出来给伊看，啊，甚至将伊的军备吼、军队拢叫出来给伊看，讲哦，你看阮的国家有遐尼济军队，阮国家有遐尼济金银财宝，啊，结果吼，先知以赛亚知影这件代志了，就去找这希西家王，讲你到底做啥物款的代志？伊先讲，讲啊，我足欢喜的，所以我就将这物件拢展示互因看。吼、哦，啊，因大家看了，拢嘛拢学了讲咱的国家真强盛。结果伊先阿就来警告讲，你今仔日遐尼爱顶，你也知影你的效果。吼、哦，有一天，你这将来的金银财宝拢爱被抢去，甚至你的子孙拢爱被掠去巴比伦。这就是一个人得意忘形、爱顶所产生的结果。啊，所以咱来对这个教训中间，吼，对这个故事中间得到教训。咱的生命中间，敢会常常陷入这个，因为爱顶伤害别人，也伤害家己。啊，另外一个效果就是讲，你若无实在吼，会向笑，吼，因为有的人无老实，爱讲话吼，爱真爱夸大，吼，啊，想要得到别人的娱乐。但是一旦吼去用看破，安尼你就真见笑，会去用笑，吼。所以无实在吼，吼爱说你，因为别人若了解迄个背后的事实的时阵，吼啊拆破咱的这个咱所讲的这啊真夸大的言语了，咱就感觉真见笑，吼。啊，这是咱真正爱学习，有的人讲话吼实在是无实在。我捌听过阮某孙有一个阿叔吼，伊捌讲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吼。伊讲伊离开台湾啊去一个国家啊去遐工作吼，啊去一个真偏僻的庄卡，啊迄个庄卡吼啊真偏僻，可能是土地较俗啊，迄个人工较俗啊，所以因的工厂就设伫遐。啊伊去到遐感觉讲啊，遐当地迄个卫生设备吼无真好啦，啊而且便所拢用旧的啦吼，伊感觉无真方便。伊想讲家己要用的吼，应该爱用迄个会当坐吼。啊，伊发觉讲迄个床卡拢无即款的物件。啊，有一天伊就去较大的城市，发觉有迄个物件，伊来买转来。啊，就叫一个师傅讲，我即个马桶吼，你帮我装好势吼。啊，我要转去台湾两礼拜，啊，两礼拜了我就转来吼。啊，你也好好装，啊，你干嘛要装即个物件？啊，迄个师傅来答应看讲无问题，吼、哦，即我绝对来处理好势好势，即我家己的专业嘛，吼、哦。伊讲你真正要做吼，伊、哦、讲我真正要做。结果伊两礼拜了，对台湾转来了，看到迄个材料分去，吼、哦，因为吼，迄、哦那个所在师傅毋捌看过迄个物件，啊，所以吼，伊拢挖一个较大的坑，啊，将规个拢来抬落去，吼、哦。啊，原本在迄个苦的吼，较矮，佫会当苦，啊，即摆愈来愈宽，煞无好苦吼。吼、哦，伊就叫迄个师傅讲过来讲，啊，你老倒安尼吼，你毋知这物件安怎倒，你佫老讲你会晓倒吼，所以你爱老赔钱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讲话无实在吼，老一寡话柄，互人笑吼、哦。
啊，所以咱是爱了解讲，咱讲话爱实在。耶稣嘛讲过一个简单的譬如，耶稣讲，恁中间倒一个人要起一座楼，无先坐落来计算，吼，爱开销爱偌济，啊，先评估看看咪咱起会成未，吼。啊，那无安尼评估，吼，啊，恁按地基了，啊，对外宣布讲你要起一座楼，结果无法度起起来，啊，就叫人笑话。讲这个人开工，但是却无法度完工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来明白就是讲，咱做人爱实在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拄则有讲过，夸口有两种无好的效果，一种是伤，哎，你爱顶的时阵，你就伤害别人，伤害家己。啊，无实在，就老话变去互笑。啊，所以既然夸口遐尼无好，咱就爱通过圣经来思考。啊，三项牧师今日要来大家建议的信息，咱作为来调整咱本身，让咱唔通成做一个夸口的人。啊，第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，就是咱来知影吼，咱对未来，咱无法度完全掌握。啊，只有上帝当掌管明仔。啊，咱拄只所读的第二段经文提供咱第一个真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讲伫上帝面头前。咱一点啊嘛袂当夸口，啊，拄则所读的经文吼，有一个背景，就是咱知影犹太人吼，真够做生意，吼，对古早到今仔日拢是安尼，吼，咱今仔看到真济啊，咱一世界真好个人，吼，真够做生意的人，拢是犹太人，吼，啊，伫古早嘛是安尼，啊，特别尼雅各书形成迄个时代。迄时代有真济，即世界咧发展中间吼，会设立真济新的城市。啊，即个城市的所有的设备吼，被安置好势了，有关的政府的部门的人，会开始鼓舞人爱迁徙到迄个城市吼。啊，因特别爱鼓舞什么款人？鼓舞犹太人，因为因知吼，犹太人真够做生意，所以呐，犹太人迁徙到即个城市吼，的确因为因的打拼，因的投入吼。让这个城市会繁荣起来，啊，所以他用很多方式来鼓励犹太人要迁徙去那个新的城市，啊，甚至用公民身份给他们，啊，让他们可以赶紧来迁徙这些新的城市，啊，我们今天所读的背景就是这样，啊，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可能听起到某一个消息说在哪里，啊，要设立一个新的城市，啊，所以他就打开地图来看指某一个店说啊在这要来开发一个新的城市，我若去做生意吼，我机会一定真好。我如果若去遐打拼，一当了后，的确能赚大钱，吼啊，成功倒转来。但是雅各书的作者来讲，恁的明仔也活的，也无也唔知，恁不过亲像一顶雾同款，出现一时啊都无去。意思是讲吼，雅各书的作者咧对因讲。明仔的代志，你无法度掌握吧？人袂当因为家己的自信来夸口。伫圣经中间，耶稣慢慢讲一个譬如，耶稣讲一个财主，而且财主吼半暝想着一挂代志困袂去，因为啊，伊迄产业真济吼，啊，田园要修成啊，伊在想啥讲？这田园若修成了吼，哇嘿，这五谷遐尼济吼，我即马个。很有的这个仓库吼，堆不了这样五谷，啊，所以吼，我就赶紧将我的仓库来拆起来，啊，起一间更加大的仓库，啊，才会当收成这样五谷，会当放伫这仓库内底。啊，然后吼，我要来家己讲，我是一个幸福的人，我会当享受我啊，这个收成吼。啊，但是耶稣讲啊呐，耶稣讲，你这糊涂人，都是伫金门。你就爱交出你的性命，吼！安尼，你为家己所积存的这一切财物，要归乎什么人？所以，这两个故事其实是在讲相关的代志。明仔载代志，咱无法度完全掌握，咱无法度完全打算。虽然咱当计划，但总是咱明白，只有主愿意，咱才会当成就这些事了，吼！咱伫上帝面头前，无一点啊值得夸口。因为咱一切拢是上帝来咱成全，上帝给咱的。所以雅各书的作者建议咱安怎讲？讲咱安尼讲，如果主愿意，咱就会当活着，做这代志，做遐代志。
啊，所以咱来明白啊，真正靠咱家己的力量无法度完成所有的代志，只有主愿意，好，咱才会当成就这个代志。好的，安尼咱就袂当，咱就袂夸口。咱看起着真言嘛，安尼对咱讲，唔通为着明仔载的代志夸口，因为你唔知每一天所要发生的代志。所以亲爱的姊妹，咱来深深明白，而且体会这个道理。对着明仔载，咱无法度有任何障碍。第二项建议，咱来学习的，就是讲，咱知影通常吼。咱的夸口拢是因为咱拢用嘴来夸口，用言语来夸口嘛。所以如果若咱控制好咱的嘴舌，咱就当学晓无夸口。咱若看这个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六节，雅各书的作者吼，伊讲吼，迄个伫言语顶面无过错的人，就是一个完全人。安怎样？咱中间无一个完全人。虽然常常用言语来夸口，用言语来伤害别人，甚至伤害自己。那个书的作者伊用三个例啦，一个是马甲姜，吼，就是迄个控制迄个马迄个脚环，吼，啊，另外一个是舵，吼，即个船的舵，吼，就是船舵，吼，啊，佮另外用一个用火来表示即个喙舌，吼，伊讲马甲姜，吼，放伫马的嘴里，然后用。这个锁啊，得当控制吼、哦、这只马。啊，遐尼细的马甲姜，会当控制这么大只的马。好、哦，所以喙舌造成的影响真大。啊，船舵嘛是小讲吼，船舵一细细船舵，得当影响一只大的船。好、哦，这船长控制这个船舵，得当啊将这船驶去。啊，咱要去的所在。啊，另外火，真细的火有可能烧了整个的草原。所以喙舌就亲像安尼，喙舌虽然真软弱、真细，但是会造成真大影响。所以咱爱注意来好好控制，好好控制。因为咱通常用咱的喙舌、用咱的言语来评判咱家己，来夸口咱家己。啊，所以雅各书的作者嘛，都咱提议吼，要安怎去控制？吼、哦，伫第一章的第十九节，伊安尼讲：，恁大人爱快快听，慢慢讲，吼、哦，慢慢想去。快快听是安那，意思就讲爱注意听。啊，慢慢讲就是讲，你要经过你的头脑思考了，才讲出来。经过你的头脑思考了，你要想讲，我讲的一句话。敢会去伤害别人？敢会夸口家己？吼啊，得罪上帝。咱来三思了才来讲。啊，所以有人讲，咱生两个耳啊，啊一支嘴，就是表示讲，爱你较用心听，啊，较慢慢啊讲，爱思考了才来讲。啊，这是咱来做的一个操练，因为伫牧师牧会诶生涯中间吼，我话甲讲。真侪人甲人中间的冲突吼，拢是因为讲唔对话啦。有时我讲了伤夸口，就去伤害别人；啊，我讲了伤刺激，别人嘛伤害，啊，就造成迄个人甲人中间的冲突啊。无论伫家庭，无论伫咱工作的所在，学生伫学校内底，咱伫教会中间，拢有可能因为咱无好好控制咱的嘴舌。互相伤害，这是咱来学习的。所以第二项，咱就是爱学习控制咱家己的嘴舌。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。保罗先生讲，伊无夸口任何代志，但是伊只夸口一项代志，伊夸口家己的软弱，因为是夸口家己的软弱中间，就是夸口上帝稳定。所以第三个建议是啥物货？就是咱爱伫家己的成就顶面看见上帝的稳定。咱常常因为家己的成就提出来夸口嘛，真侪人拢大拢会咱夸口，吼，咱有外貌较水的夸口咱家己水，啊，咱若无，若像我这身材无水的，要夸口啥？夸口我较大颗，我较臃肿，嗯，啊，若无就夸口我较有学问，我较有知识，啊嘛。那无，我就
摕我的地位出来夸口，咱人拢会摕咱家己的成就出来夸口。但是第三个建议就是讲，如果你有任何成就，你来伫家己的成就顶面看见上帝恩典。咱千万唔通了做家己的成就，全部是因为家己的能力、家己的打拼、家己的功劳。咱就算有一点仔成就，其实嘛是因为真济人的协助来完成的。而且若无上帝成全，一切拢无可能成就。这点咱来真清楚。我伫拜五有机会代表咱教会去咱附近的新兴国中。去参加因的毕业典礼，代表教会去颁发咱教会所提供的这个服务奉献奖，校长真客气，叫牧师来讲几句话。我只有对遐个毕业生讲两点。第一点，我爱因学习感谢，爱学习感谢，因为因今仔日当对学校毕业，真侪人领到真侪奖。我讲，恁领着这个奖吼，恁来学习感谢。若无恁的父母，若无恁的老师，若无恁的同学的协助，恁无可能今仔日当领着这个奖，无可能会当对学校来毕业。所以第一项爱感谢，咩啊感谢，就是第二项，你爱开始伫新的一个人生的过程中间，若要对高中到高中，你来继续充实家己，互家己较有能力的，将来当成做别人的祝福。我只就讲两点，其实第一点是非常重要。咱人人生有什么款的成就，咱得到什么款诶地位还是名利，其实都是真侪人来咱帮衬，真侪人来咱祝福，真侪人来咱宣传。咱所谓这个耶稣基督学生，咱拢明白是上帝恩典帮衬咱，才当得到这点啊地位。所以咱唔通夸口，这就是咱中了教会的精神中间，将荣耀归乎，将荣光归乎上帝。因为咱知影，伫咱所有会当做淡薄成就顶面，拢是上帝带咱成全。所以伫圣经中间，咱看见保罗伊也捌夸口，就是夸口家己的软弱，为着安那，为着要彰显上帝恩典。所以保罗讲，为着我家己，除了我的软弱以外，我并无夸口，因为上帝对我讲，我的稳定到亚利营，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的软弱顶面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爱夸口家己的软弱，倘好基督的能力保守我。亲爱的姊妹，照理讲，保罗会当大声夸口。因为伊是上界忠实的使徒，伊将福音传去外邦，好真济人因为伊的恩果，因为伊手所做的工来领受真大的祝福。照理讲，伊会当夸口，那是咱一定夸口，讲咱做遐尼济代志，带互别人遐尼大的祝福。但是保罗讲，伊伫伊生命的途中间，伊真实去明白，除了伊的软弱以外，伊无要夸口。因为在他的软弱顶面，他得到上帝大的恩典，他只有夸口他的软弱，因为在软弱中间，他明白上帝恩典够亚一样。这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。今天牧师跟大家分享三项，第一项就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对明仔无法度掌握任何代志。第二，要控制我们的嘴子。第三项，独夸口上帝对咱的稳定。咱后礼拜要继续这个主题来讲，听是无偏碰，偏碰是比夸口搁较低一层。这是咱对咱生命的软弱做一个操练。我需要替大家祈祷，求上帝帮助咱，对咱对耶话语顶面得到，互咱生命得到透棒的开导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喜欢的主，我感谢你的稳定，透过你的话，我搁一遍领受更新的力量。恳求主你帮助我，我真清楚对你未来的事，我无法度掌握所有的代志，只有我靠你，因为只有你会当掌管明仔。我也恳求主你帮助我，
让我们学习去控制我们的嘴齿，让我们用我们的嘴齿来学着你，来祝福人，不是夸口自己。我也恳求主你帮助我，只有在我们自己的成就上面看起你的稳定，将所有的荣耀都会当归给你。恳求主你帮助我，这样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